别怕连累我，我愿意同你一起吃苦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三日之后我们就成亲。好。你怎么哭了？我熏的。不是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一看到师父，就想起了我父母。他们也是一样，舍不得我吃苦，也舍不得我受委屈。那既然想家了，为什么不回去呢？我放心不下俊豪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？连答应你的婚礼都要延迟，我看他根本就不想娶你。难道成了亲就不能抓贼了吗？你懂什么？不要你多嘴。六月初九，是我的生辰。那不就是明日？明日又如何？眼下城里人心惶惶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思过生辰？站住！我要出城。二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我说了，我要出城。让开！站住！住手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眼下城内加强了戒备，在未抓住投毒人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人出入牧城。这小子不听劝阻，硬闯关卡，被我的兵拦了下来。本来要带回去审问，但瞧在你的面子上，就给带回来了。至于是什么缘故，你问问吧。嗯。你出城是要干什么去啊？不说我可走了啊！哎，我说，慢点。今儿是你生辰，我就想让你高兴高兴。你不是喜欢秋海棠吗？这个石阶山上开的正艳，我就想着说去摘一点，装点装点你的屋子。可他们呢，不让我出城，还把我给押回来了。到底是我太没用，怪不得你不喜欢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还不如就嫁给孙俊豪。像我这样的人又没有用又窝囊，你管我干什么？不如把我当个奸细杀了，眼不见为净。你要是奸细，那我不就成帮凶啊？好了，接下来你给我好好养伤，不许再任性了。若有下次，再不管你了。你本来就不管我呀！你再不听话，我打你！好好养伤。知道了。怎么样了？小
小野说，是为了我的生辰才想要出城的。对了，今儿是你生辰，我忙昏了头竟给忘了。好啦，原就不是什么大生辰，不过就不过吧，有什么要紧？这回也算我亏欠你的，等沐城太平了，我一样一样补偿给你。嗯，地主，那这些日子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，这余孽未除，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。我这就出城三日，你哪也别去，千万要照顾好自己。你要去哪儿？朝廷调拨的粮草到了，这城中人多眼杂，恐怕再生事端。我带几个人出去接应一下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你等等。怎么了？小野说的没错，我问你，成亲和抓强盗有什么关系呢？若抓不到强盗，就永远都不成亲了吗？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共患难的机会，别怕连累我，我愿意同你一起吃苦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三日之后我们就成亲。好。小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小野，小野，小野，主座，我去吧。小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小野，小野。住手！快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到底有什么好，值得你这样？我说好就是好。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可你当真懂得什么是喜欢吗？喜欢一个人是成全，不是据为己有。你千方百计要我同你在一起，不过为满足你的一己私欲罢了。我一直拿你当弟弟，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？你嫁给他真的会幸福吗？幸与不幸全看造化，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。但我唯一能断定的就是，即便我不选他，我也不会选你。真是个不一样的女人。你也是个不一样的男人，将来自会找到爱慕你的姑娘的。既然你我都不一样，为什么还要找？不正好相配吗？只要你还没有嫁给他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。老迪珠，你等着瞧吧，我一定会得到你的。